千孙，首先我来介绍咱今仔这个新郎官柯志和先生，按个看卖啊，这个体格高刚腰、零棍的、高小点，还佫袂破病。啊，若要嫁吼，就嫁这种的，唔要嫁像咧阿德老师这种的三皮八个螺丝卡。啊，阿凡的新娘蔡昌宪小姐，哎呦，嚣到三八个安尼啦！哎呦，你看卖啊，新娘水当当。巴黎啦，一定会地印红。最后，我要祝这对新人会当一帆风顺、祥喜临门、三阳开泰、四时无灾、五福临门、六畜兴旺、七星高照、八节长春、九九团圆、十全十美。最后，新郎新娘送入洞房，恁讲好无？新娘的心地，新娘果然真美丽，可惜头壳骨咧咧，一个少爷真正吵到甜情对后，强话看详细，人新娘来人。
就着转来去，一因期待一年后新娘是谁是？祝福咱大家拢会当金银财宝满大厅。耶、yeah, ！谢谢孟贤，我要带来堆堆堆送给大家，谢谢。千江水，千江月，千里芳，千重山，千里江山我上水。万里花，万里声，万里树，万里烟，万里风霜我上要行。什么款的杀气，什么款的角色，什么款的枭雄，要阮牵马对风尘，什么款的爱情，什么款的对路，什么款的温柔，予阮日夜拢想你。真久以前浪子的传说，如今浓烟再起。真久以前浪子的传说，如今浓烟再起。啊，对对对对对着你的心，对着你的人，对着你的情，对着你的无讲理。啊，烦烦烦烦过一世人，心肝愈沧桑，找无手来啊。为你破碎饮油将体味，啊，对对对对着你的心，对着你的人，对着你的情，对着你的无讲理。啊，烦烦烦烦过一世人，心肝愈沧桑，找无手来啊。为你破碎饮油占地位刷只有叫着伊的名字，看着伊的相片，日日夜夜梦伊身边，敢讲阮的心情，伊拢无听见，为何永远我头做伊去？为何永远我头做伊去？重要，啊！阮的一生献乎恁老，才知幸福是吵吵闹闹。等待返去的时阵啊到，我会让你先走，因为我会不甘放你，甲恁做卖财产拢开了了。
感谢天地，今生予我有一个爱你的机会。得到的也已经真多，我不是最后你要选的彼个。冷艳的风吹来，我的心痛乱乱飞。一声再会吧，已经无怨气。弘扬传统文化，提升艺术气质。欢迎收看《百万玉玲珑》啊！阮是可爱的女皇庄，生做是古锥啊，淡薄啊爽。赛事杯袂离，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、观众朋友，大家 long time no see 啊！哎，即马是啥物情形啊？啥物情形？我唔知影，穿古装的也会使讲英语哦。当然咯、咱超级红人榜是一个国际化的节目，我只唠几句话英语。首先，我先自我介绍，我乃三立电视台第一科段数字四个。是啊，怎样呢？很闷。你这班的讲何做苦段？当然咯。啊，我答复你咯。三立电视台是拢无人安尼啦哈。人迄苦段吼，正常拢是足可怜，善妒落血。哪有人苦段像你这种的？迄身材袂输那冻油桶呢？哎呦，什么善妒落血？无非你是咧介绍你自己嘛？你还袂报答，唔通袂记你啊？苦段，是哩。要讲，大家来讲。哎呀，各位观众朋友，我那是三立电视台第一女主角金主持的。第一女主角听了我腮拢紧起来了。你靠腰哈、啊。我这是要报金钟奖的。是哩，哎呀，听了我拢规个拢规个血咁要滚起来。很美，有时啊，咱今日两人打扮到这款的模样，来到这个所在，要表演什么款的故事，让大家知影呢？阿姊啊，我看俺两个哦，今仔穿甲安尼，金光闪闪棍，乌鱼炒米粉，一定是要讲《延禧攻略》啦吼。我跟你《后宫甄嬛传》的《延禧攻略》，乌白讲唔是这个故事啊。啊无咧，啊无阿姊，你是要讲啥物故事啊？咱咧讲好个故事，好酒点暗底。首先，阿姊今日要向你来讲一个台湾大唱歌王的故事。大唱歌王，是哩，会当予阮阿姊啊称作是歌王，这人一定是非常的厉害，非常的无简单，一定是一名的非常女王。我大家让你乱教，真正吼，唔知要哪讲了较好呢？唔是非常，我咧受欢迎的，佮非常好咧。啊，这今天要向大家介绍的这位，乃是咱台湾有名的大唱歌王，名唤黄秋典。黄秋典老师是，啊是讲黄秋典老师，哪会叫做大唱歌王啊？因为你有所不知，黄秋典老师在细汉的时阵，学习着传统曲调的弹唱，人伊吼十六岁就出道呢。1966年的时阵，咱台湾有一出非常出名的电影，叫做《温泉乡的吉他》，伊在内面担任着这个男主角的这个角色，伊揢着伊个吉他，走唱卖艺，在咱温泉乡。北投带予真侪人来听，而且呢，当时的这个女性朋友爱着伊个吉他，大家为伊叽叽叫啊，叽叽叫，哦吼，哈哈，安尼当时的女性一定是杀着伊迄支咯。羡慕的，你这人讲话实在是真粗俗。这边杀掉一支，然后这集的节目是要报金钟奖，千万不可胡言乱语啊！哎呀，拍摄拍摄，为了金钟奖，我小发改一下。我是讲一支吉他啦。哦，安尼办法差不多。羡慕的，你有所不知，在当时呢，有一出电视剧叫做《阿公店》，主题曲就是伊为所演唱啊。阿公店，是哩。那呢，阿姊啊，
阿公店是要安怎唱啊？那是要学听，阿姊就唱给你听，阿叔先来甲我走落去啊。将人传传说阿公啊大好人，阿公啊开店做好代哟，世间儿乐通人知啊，阿公店呀阿公店，南埔厝名好所在，南埔厝名好所在。山的中一口店，店的头家是老大人，每日小休有来唔忙，唔忙全家杂团圆。阿公啊开店做好代哟，世间儿乐通人知啊。呀阿公店，南埔厝名好所在，南埔厝名好所在。这条就是阿公店，阿姊呀、啊。你金公告，金公告啦！我来讲，这条阿公店只一个精彩，阿姊也要讲的故事叫做《嘉庆君游台湾》呐。嘉庆君，咱呢敢是清朝的皇帝吗？无差无错，正是清朝皇帝嘉庆君。相传呢，这个嘉庆皇帝为着要巡查台湾民情暗访，率领着侍卫一干将大臣来到台湾，一边巡查暗访，一边探查民情。无一个，这个时阵半路中间，哈哈。皇上爱用强奸哦！我真正有咧气，气是半路中间半中途 on the way， OK？ 哎呦，是哩。I'm sorry, my English is not good. I know. 哎呀，哎呀，阿姊啊，是哩。等下，你团啊，敢有讲唔对？什么话咧？团啊，你讲皇上带侍卫，侍卫一干大臣，莫非我有漏交伊吗？你可能是迄个 Google 的资料小可差唔对哦。那有可能，这个是制作单位给我呀。因为你漏交一个人，所以咧，这个人究竟是什么人呢？这个人不是别人，就是爱妃我呀。你讲皇上带你来台湾是唔是呢？是啊，皇上这么样爱我。伊难得要来台湾挂香，一定是会带我来的啊！哎呀，好笑啊，好笑啊！哇哈，真好笑啊！哇哈哈哈哈哈！你笑到拢没用假着呢吼？没，绝对没用假着。你讲你安尼生得三分无残像人，七分无残像鬼，皇帝啊，带你出来出巡哦，哈！当然咯，无带我要带什么人啊？哎呀，是讲你这是一个插曲尔呀。这个皇上来到台湾，巡查暗访，巡查民情的半中间，忽然杀出两位的散贼啊！哇！你这个 Q 点小可想慢啦！哇！你要做什么呢？有钱判生，无钱就判死。今个你身躯顶的现金，也个信用卡，也个 iPhone HTC Sony 的拢给我摕出来呀！这位小哥，你看这穿衫嘛，知影我是出外人啊，身躯在银两非常无济，恐惊今仔日无得如你所愿咯。什么？无钱？无钱你也敢讲？是讲也无要紧啊，时代在进步，土匪嘛也在进步，所以你想要怎样？来，我给你行动支付，来配嘛用一啦。我听你喊名，听你哆来咪的，这边来配，过年大后来配这个物件啦。
无吗？无啦，我袂讲。但是呢，重点安怎讲呢？这时阵，皇帝非常的愤怒，向这位山贼问道：“这位小哥，你今仔日究竟是要劫财，也是要劫色的？”你问这根本就是废话啊！怎样说呢？我当然是要劫财，那是要劫色嘛？你怎样？我绝对是劫后边这个智慧啊！哎呀，万万不可自取啊！那智慧非常之贵，伊是高雄市国乐团的首席啊！是讲阿姊啊？啊，你是要继续讲歌啊？未啊？我要继续讲，伊无爱和我讲。在这个紧急的时阵，你不知影什么会人来到现场呢？什么人来到现场呢？啊？这个时阵，土地公伯啊出现了。哎呀，阿弥陀佛啦！我们这土地公伯啊，发力高强，伊将伊龟啊一按，所有的山贼被拍了落荒而逃，顺利解救到嘉庆军一行人的性命啊！但是嘛，这嘉庆君是一个知恩报恩的人，伊回家惊醒了后，特别是我托你公伯啊，一定会一品宰相无，这款的故事永世流传呐。哎呀，嘉庆君的故事，会当讲是千千万万，万万千千，讲三暝三日也讲不了呀。无错，但是呢，在咱台湾有一条歌永世流传，哈哪唱都唱袂散，这条歌乃是嘉庆君。又待完。清朝皇帝嘉庆君过来台湾坐茶船。屏东是阿狗啊，高雄有名是大狗，台南古都哦车坎楼哦，迄个永康叫做下埔桥头，白河旧时是店仔口，北斗土名是宝岛。人讲大西是海口，清水叫做牛马头。新竹以前是客栈哦，嘉义旧名是朱罗山，龙田叫做番仔田，阿公店是吉德公山哦。上街站，洛江的主力是名山，满头好食是文旦哦。人讲宝岛是台湾，
当予你，是因为你，因为环境袂当予我遐如意。我无奈无奈，心情只有写批安慰你。我以后以后会陪伴你身边，但知。是伫咧吹啥社会野话，啊，酒店的妹妹真少年呀，阮无的面皮了了啊，鸟话哦，鸟话，我一个水某卖好念呀，乎你念甲强要气消野话。人的老婆温柔体贴，阮无是痴迷了的阿娘话哦。恁爸咧趁钱来做好事 ，SK two 好你我免钱，只要你伫厝。
我身材比伊搁较水有小费，点我坐台心花开。小姐 ，Hello， 请你慢，你伫点我生气。Kiss，Kiss， 真正 Kiss，Kiss，Kiss， 真正 Kiss， 酒店安排一定是我，我绝对不认输。拜托一个好不好？人拢讲你比我较歹，坐了几工，哪会路无人客？妈妈桑，就不甲恁两个死头路啊！我哩咧，一定是你，害我拢无心地。Kiss，Kiss， 真正 Kiss，Kiss，Kiss， 真正 Kiss， 酒店安排一定是我。人拢讲我比你较水，人拢讲你比我较歹。
人知，即阵感觉哪会这摇摆？你条歌上威风上气派，人生是有学问好口才，小妹有人会做可爱，三个比较拢袂歹，爱情比喜剧袂怎？请分成败，吃西餐较厉害。哦，哦哦哦哦，是安那？水哦，水哦，但是我无该食干嘛。你不可以吃干嘛？哪一个？哪些个呀？哪些个？哪些个？水，这水，这水哦！来加来，加一点来，加一点来，加来，加来，大来，加来！恁三个小弟哥是伫这要创啥哈？恁起起出出哈？啊，是安怎哟？我若无甲你讲话啊！哎，对了，哎，我是向，那是恁，哎，这这也是你的主人啊！伊是我妹妹啦，伊你妹妹，哎，是啊，我妹妹生得足古锥吼。啊，好，刚才你有介绍，我想讲你也出门个头像年瘦出来的。喂喂喂，过年你是安开讲的啊哈？哦，卖冲动啊，过年是卖生气，好啦好啦，保持女孩子的温柔。好啦好，好不好？好，嗯。迄个小甜甜布兰尔，找机会加你的奶无？系啊，迄奶奶是青菜好人啊，要收啊，恁这三个啊，三个普龙公的，哎，你要偷我拿这个奶哦？啊，拜托的，啊，恁有啥物才艺，你嘛来我看卖，我你也表现了好，我阿姐也介意，奶才互恁加，安尼唔才有意思。安尼，有无有无？要加伊的奶，都要个取悦，哎呦欢喜。我三个内底，咱派一个年会上大，好，来，你先。伊拉，我见啦，加油啦！我三回。这位蓝姐姐你好，你好，哎哎，我较未晓讲话啦，但是我体力算真好诶，真假吗？我拢用行动表示，真的啊，来来来，哎呦，等一下要出来啊，可以吗？哦，哎呦，哎呦，来过来继续，我用这招哟，看到没你啊？真正有烂嘞哈，跟不加面嘞，你看伊手腕咧做结实嘞。啊，不过伊干那坏两个尔，安尼唔好啦，体力无够啦。哦，迄是伊人坏两个，你鼓落去就爬袂起来啊。走，无路用的卡车。哎，你好，哎呦，小甜甜布兰尔，你好，你好啦，那个问题跟你请教。啊，什么问题？阿尔，你知道我最喜欢你穿什么衣服吗？是不是我身上这一套衣服啊？不，我喜欢你被我征服。哎呦，好会说话，好有心哦。阿尔，你是什么星座的？我是那个射手。哦，射手座。射手座。你知道我是什么座？你什么座？我是为你量身定做。哎呦，这敢那袂歹呢。这油腔滑调，这种的唔好啦，系啦。哥哥，哥哥，安尼嘛袂使。我考虑看卖，拢袂歹。我做经济安尼，安尼咱三个拢迄落啊，纯女啊，还是你两个会话上济啊？哦，老师赢啊！哦吼！哎呦！哦！这袂歹哦，袂歹哦。哦！哎呦！过偏差恁呢，恁。哦，真的好像武功不错哦。你改多一个。其实恁三个真正拢袂歹，还唔知要哪拣吼，我嘛头壳足疼。不是你到底要爱对一个啦？讲实在啦，我较介意两个黄三两。哎呦！我三个直接不开条嘛，婆阿公啊。不是啦，因为伊最近要开演唱会啊，我专门要去看伊个演唱会。伊要看演唱会，有演唱会，我三个有办法会咧。不要紧啦，恁三个嘛袂歹，但是我妹妹吼，妹妹，这个这三个真正足好。好啦好啦，好你甲处理。你无爱，你无爱，我欠。好啦好，我妹妹啦，好不好？我若再讲吼，伊爱黄三亮老师啦，要开演唱会啊啦，所以吼恁三个吼。干来先跟我一个啦！你不能走，看你鬼气，惊死人，拢无爱我啦！你表哥上威风上气派，人生是有学问好口才，小
我先吹一下，跳到大亮大亮关细亮关，啊，双手给它摇起来，手机有没有手电筒都给它打开，好不好？右边的朋友，你们好，左边的。感情过心情歌路解套你心肝，不免专业流行声骚噪音无人嫌歹听，欢喜不出心情，惨惨做一首歌，什么旋律拢对着心情行，来一起唱，免歹势，大声来唱歌，大声来唱歌，好伊心快活，有啥委屈有不如意，唱唱放雨沙，现在就大声来唱歌，大声来唱歌，唱好伊轻松啦。雨啊声是嘛是友情赞助啦，风就是你，就是我，免歹势，大声来唱歌。有啥委屈有不如意，唱唱放雨沙，在用大声来唱歌，大声来唱歌，唱好伊轻松啊，雨啊声是嘛是友情。听到彻底就不会再听，听过的心才会遐看破，目屎流到人才会勇敢，阮也有孤单来作伴，酒饮好醉就袂搁梦，只要世界讲的无同，到底是酒醉也是地动，心肝地痒，人袂硬硬。啊，短短一世人，感情来看遐重，咱一步一步人生路，都怕无放轻松。啊，短短一世人，悲欢故事讲袂完，咱一杯一杯饮好，呾饮好开怀，酒饮好醉着袂搁梦，酒醒后世界干的无同，到底是酒醉也是地动，心肝地痒，人袂振动。
疼到天地上袂搁疼，疼过的心才会晓看看，目屎流干人才会勇敢，阮也有孤单来作伴。若短短一世人，感情莫看遐重，咱一步一步人生路途脚步茫轻松。若短短一世人，悲欢故事讲袂完，咱一杯一杯饮好淡好快活，酒饮好醉了袂搁梦。酒醒后世界敢会无同，到底是酒醉也是地人，心肝地摇人袂沉重，管他伊酒醉也是地人，做伊去摇做伊去梦。谢谢。你今日真正，你拄到吼人生当中，我的感觉哦，台语歌坛，互我看到足有情有义的人无几个。但是小虎哥，我讲头一个，伊真正足有情有义。感谢你，感谢你。而且是对时势哦，对人生的后辈，真的是拢非常的虔诚。伊今仔日的吉他
会当吼传承你一点啊，你都真正不得了啊！你都红噶吼，你甲看，咱的科技有法都展现到你去到外太空呢。真的，哦，那个科技真的是。我拄则一边看一边，好，那心里那累呢。真正是已经唱到迄个宇宙去啊！你即摆是不是国际巨星？你是宇宙。哇，真的好特殊哦！真的，我好喜欢呢，真的。这样子的科技，这样子的技巧，在咱家才看得到。嗯。啊，但是佫结合了。哦，小虎哥的传承，啊，够你的歌给够，我们梦想你个的努力，我感觉这是咱今日上重要，而且上成功的一点嘛。谢谢。接下来我们请国豪老师为我们做讲评。我阿贤呢？哎，老师好。今晚给安个火星去啊哈！哦，你个今麦全球变成全星球哈！哎，对对对。而且我们今天这个整这首歌，我觉得也很搭配了整个的 XR 的场景。对，因为如果那个 SR 的场景是一个慢歌，它感觉整体又 不匹配，所以我觉得整体呢，尤其是它的舞蹈，其实我也觉得 那四位这个星际女郎啊，其实也帮你加分很多。嗯，当然。那我觉得孟贤其实这么多年的努力，然后还有很多不管是这个前辈的加持，我想今天在舞台上呈现出一个很美好的一个表演，其实我们也很感谢，因为其实我们也不太看好你唱歌啊。但是今天有这样的展演，我觉得那是他努力的成果。嗯，是那个舞台是属于他的了。对，真的，所以很适合你继续调下去，这个舞台就会继续为你亮起来。好，如果单单哈穿这样子哈，然后镜头照过来，我觉得真的很不像样。是。是假拍狂，假拍。可是你在那个太空的舞台上面了，就刚好跟着舞群哦，在跳爱莲曲的歌的时候，就变得很好看。孟贤老师好，我感觉你的身躯上，感觉到你一款天生的明星的气质。尤其咱今仔日的这个主旨是传承嘛，啊，你甲小虎哥徛到顶的时阵，我有感受到一款传承，在你身上，我也才看到小虎哥的影子。暂时一不不，你徛伊边啊是传承，你徛伫我边啊是你长感冒，我系传染哦。你我安尼我拜。尤其是你头阵啊，你徛咧唱歌跳舞的时阵吼，感觉跟传统啊现代科技结合起来，哇，还太厉害。尖叫声在哪里？Famiglia di la lacina del spondo c'è Van Gingiallo cinge Samson c'è nari A pari cambia uretia听着阮用心唱的歌声，不管落雨天，也是风台天，阮是走到雨的夜里。阿娘，你敢也会知影？阮伫个外头真正打拼，敢来耽误，都是个酒醉，袂予你真正头前免去。着鼓声，阮的心情较快活，我过了一山又一岭，演唱阮美丽的歌声。
巨星陈梦娴。谢谢。彩的光线，迷人的音乐，予阮心情真轻松。甜蜜的笑容，优美的舞步，情到处地摇动。男男女女对对声声，配合着音乐声叮叮当当。一对香腮，一对香灯，姿势是百百款。哦，车车爱我重，路路丝啊慢慢啊转。阿奶拢无尖叫声哈、啊。五彩的光线，迷人的音乐，予阮心情真轻松。甜蜜的笑容，优美的舞步，前后左右地摇动。着音乐声叮叮当当，一对香腮，一对香灯，姿势是百百款。探戈车车爱我重，布鲁斯啊慢慢啊转。我乌白懵啦。迷人的音乐，予阮心情真轻松。甜蜜的笑容，优美的舞步，前后左右地摇动。男男女女对对相相，配合着音乐声叮叮当当。一对香腮，一对香灯，姿势是百百款。火车车爱我重，布鲁斯啊慢慢啊转。啊！再一次掌声的欢迎陈梦娴。尖叫声在哪里？高雄，全台湾少年情的高雄，风景上佳水也是高雄，我爱高雄，上赞的高雄，我紧来佚佗。原来这大碗公平，高雄港看美丽的海景，爱好边有恋爱的滋味。哦咦哟，哦哦哦哦哦，免伫探伫做赢，就下落有野市，吃海产来基地，去山有香蕉皮，美丽岛坐捷运，来大东看看戏，高雄人的热情，是世界无得比。我爱我的故乡，我的故乡在高雄，高雄人是上海洋，不惊一切向前冲。西阿湾来吃大碗公平，高雄港看美丽的海景，爱河边有恋爱的滋味。哦咦哟，哦哦哦哦，连池塘池都听，就下落有野市，吃海产来基地，去山有
咱伫做呀，就好多乌鸦翅，吃海产来滴滴，鸡山有香蕉皮，美丽岛坐捷运，来大东看歌戏，高雄人的热情是世界无得比。耶、yeah, ！谢谢陈梦贤，也谢谢 dance 老师们。他们有手电筒，把它打开好不好？我看到后面的粉丝，谢谢你，你的手电筒我看到了，手电筒都把它打开，这个画面非常漂亮。阵阵风吹啊吹来淡薄啊寒，不知遥远的伊。敢有加塔沙？今夜的天星，你一定知影。痴情人思慕的心情，又搁是三更半暝的暗暝，房间内充满着有你的空气，不惊月亮笑阮，笑阮这呢痴。你的心袂停止，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石被，为你化作冬天的彼个花。今日受风吹，今日冷冷归暝，因为你是我的一切。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。日日夜夜为你热情如火，一份爱的代价，爱你今生今世，你是我最爱的宝贝。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石被，为你化作冬天的彼个花。受风吹，今日冷冷归暝，因为你是我的一切。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石被，日日夜夜为你热情如火。一份爱的代价，爱你今生今世，恁是我最爱的宝贝。谢谢你们，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高雄，谢谢米酒杯，希望你们会喜欢，拜拜，谢谢。这边的朋友，你们好。真的，你敢有听到落雨声？亲像是别人在笑我，朋友的感情看甲这呢重，心爱的人甲你相共。哪会到今仔才知影，原来恁囝甲这呢满，朋友的感情煞来好稀烂，失望的心情无地骂，城市的马裤内底讲白话，予我心肝头是疼几天。心内听破你欺骗的话，嘛伊搁讲遐尼多，找一个无人熟悉、生分的所在，小酒一杯、两杯、三杯，当作是笑话。
了的祝福，今嘛我无想要讲，只想要离开两个，找一个无人熟悉、远的所在，分好一暝、两暝、三暝，醒来自由飞，对因来祝福，踏着轻松的脚步，心所爱的人再会。找一个无人熟悉、气氛的所在，烧酒一杯、两杯、三杯，当作是笑话。无聊的祝福，今嘛我无想要讲，只想要离开两个。找一个无人熟悉、远的所在，困好一暝、两暝、三暝，醒来自由飞。来祝福，踏着轻松的脚步，心所爱的人再会。谢谢。自细汉就有来，失去了父母温暖的爱，无依无靠，流浪走东西。你跳到赛场，我是共款的。迄哪有一定呢？拜托的，我甲你讲啦，我连伊要出运啊啦，红叶的啊，人我明仔载吼得自由啊啦！是啥物代志？你讲我听讲没啊？迄个上界有名，迄个超级红人榜的朱启林啊，虞美人啊，伊讲哦，我的身材足好，要搞出写真集呢。我听讲虞美人拢养养生的咧，但是养小鲜肉诶，我唔知影。哎呦，伊咧真久要吸到我这种小鲜肉，看到我拢起价，看到我拢掠狂呢。你讲嘛对啦。是啊，啊，红叶妹啊，听讲你最近冇好消息啦呢？上烟斗，上漂漂，陈子红阿妮记。哦。你摕一万块来搞寿星呢？那寿星哦，我讲啊。我的身材，甲我的歌声，是比台湾的杨惠姐搁较好，所以伊讲，伊要让我变成一个越南江惠啦。讲阿贤啦，咱要结婚了啦。陈子龙，陈子龙总是无彩钱哟啦。哦，你卖咧讲啦。人是台湾，我来讲啦，人是台湾的江惠啦。哦，啊，你是越南的智慧啦。哎呦，卖咧搞花啦。哎，无要紧啦，反正吼，你有找到好对象，对啊，好嘛，好对象，啊，两个自由啊啦。哈你也逃啦，我揣两个个反正。阿母来啊！阿母来啊！阿婆，你啊，哎，就是叫伊啊，夹着哟。是发生什么代志？徛好啦！好啦，好。讲到恁两个哦，哈，真正有大家心好啦，明早困都换精神啦。你的人哦，都跟你的名同款啦，鸿雁，你看查甫是咩鸿雁？
好啦，你多你讲，再讲一摆。上届有名虞美人啊，哎安怎？伊个几万块吼，要来搞我赎身，讲要搞我出邪身。笑话啊！虞美人摕几万块，要搞你赎身，嘿呀，讲会出嘴啊？啊，伊较唔知啊，你吼。像我安尼吼，红红又又安，我那捏安尼人管很多。既然伊出一万块，虞美人呐、啊，你想知这物资咧波动吼？起码电力厂嘛，从内输来，可能一定咧起价啊，几万块你还讲得出嘴？哦，我知影虞美人足好个，咱新台币有车，两车去相信上。阿母，我同老公讲话。你讲啥？阿公伊啦。陈志宏哥哥，伊讲伊摕一万块，你搞小心，你话伊搞摕出手皮啦。你冷静冷静，陈志宏老师，你从今仔开始看眼科的钱，我拢给你出。我感觉你目睭有问题。我食到这大汉吼，食到五十几岁吼，头一摆甲我那么冤家就是安尼。头一摆我冇甲我那么冤家呢。你拄仔咧讲啥？陈志宏老师摕一万块，要小心。对咩？伊讲啥？你是安那？我那么江惠哦。有，因为台湾的漳州已经封麦啊，换我越南、越南来抽看嘛，咁对。我咧讲啦，伊讲要安那要甲你出唱片哦，你先出代志才讲啦，出唱片。我咧讲，这件代志我无同意，那无十万块死都免讲。等下，安那阿母，嗯，阮这人你当伊人咧艰苦，不是。阮家的人客拢无十万块的，无十万块。啊，无你个帮，你帮阮两个配一个好对象，好唔好？来来，我甲你配一个，头前迄位，好无？你讲伊脚只听后边，敢有十二度的光芒？敢袂输发电机的詹雅文老师？我甲你配予伊，伊的终身大事就交代予伊。雅文老师哦，我无爱啦，母啊！哎呦，人无甲你嫌就袂歹，你搁嫌人哦？你嫌人安那？唔是啦，迄雅文老师吼是足自卑的人呢。是啊，伊普通时啊若无聊吼，就走去病院共洗身躯。对啊，啊无去甲独居老人咧起厝。后摆伊嘛甲你洗大腿啊！哎呦，我无爱，无爱啦，阿母啊，迄足忝的，我无爱啦。什么咧忝啦？你唔捌啦，我用心良苦，人伊就是常常咧做善事。后摆吼你来过往哦。小姐，我下礼注意啊！阿母，那我呢？那我呢？你好，我呢？你来休假呢？现在我男的，你敢挡会掉？嘿呐，那有这种的，我嘛看不。我看不上了啊！许常德老师啊！你安怎哟？阿母，我不爱了。你不爱？许常德老师的老公公、老婆婆，是我的，是你一个，我都挡会掉我啦。我咧讲啊，徐昌德老师真赞啊！你若甲伊斗阵吼，老的老婆听，少年较当下啦，你一定会幸福。好，转来快点啊，转来快点，转来快点。十万块，十万块，十万块啦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哎，超级歌手啊！你唱，你唱，你唱。超级歌手。我那来听到你即阵来，实在等遮久哈。我好像第一次，十二年你才来第一次来，头一届来打我的舞台啦。真正诶，你这无哪有可能叫我，我拄啊唱头一句都人跋倒啊。无啦，
我挂到，子宏老师你要出奇迹派耶！来来来，这个时间交给大家。来，我真的很为难啊。我们首先先请雅文老师。我已经很久没有这样笑了，已经足够啊。那我必须讲说，好，凯阳哈，凯阳跟美玲，你们两个没话讲，唱功啦、扮相啦，什么拢足好诶，什么拢足水诶，而且迄个内容真正是足好笑诶。我感觉这个祝英台真的是很加分。然后凯阳，你的扮相就是俊美，就是好看，都、就是有观众缘啦。但是到了秀慧姐这组的时阵哦，我看到梦贤甲红艳嘛，吼红艳的啦吼，我感觉。恁两个若无秀慧姐来衬托吼，恁两个会笑话会只到一个点，但是秀慧姐一出来已经到天花板了，这个让我就太佩服了，真的太精彩了。接下来的戏哈，要出几万块的子宏老师，哎呦，担当哎，我觉得秀慧姐你怎么可以把她名字红艳都给讲成红艳，你弟媳安娜修出来、啊。红艳，哎，我阮红艳，阮红艳，伊家己讲的啊，拢要红艳啦。红艳，好厉害，好厉害。对啊，我觉得，可是我觉得你们这组如果没有秀慧姐的话，那秀慧姐帮你们加太多太多分了，真的太好笑了，真的。我亲像大口袋，我会为你来减肥，我会为你来变帅，我的心爱。讲我无人爱，讲假我的无钱开，我会为你来叹息，我的一生只爱你，因为你是我最爱。你是爱爱，来个拜拜。我是爱你，真正爱你。透早起床好想睡觉，我上班强袂迟到，强袂气消，强袂气消。做不了，叫袂起笑，叫袂起笑，真心打拼做工课，我一定会做头家，免惊迟到，只开袂了，我想要。谢谢陈梦贤，也谢谢 Dance 老师们。好了，梦贤老师好，你也一样很帅，然后表现的也是一样都不失水准。我感觉你就是一个，去到倒位都是会让人家喜爱跟欢喜的。不管你唱什么歌，拢是用感觉是足欢喜，发自内心喜欢你的。我觉得你的声音拢是无限的，所以今天的表现我都觉得很棒。谢谢老师，老师谢谢。好，我们请阿德老师为我们做讲评。孟贤，我觉得我常看到你在很多节目表演，但我只有觉得哦，你回到超级红人榜的心是不一样的，真的。就是、为人都好紧张。然后呢，就是你就是很尽心，然后很用心，
然后甚至把所有的感谢哦，都在你的表演，就是满满的让我看到，啊，这一点真的很赞啊！希望红人榜的选手都能跟你看齐，啊，然后我要特别讲一下，我觉得今天根本就是我的回忆杀，因为今天有三分之一的歌词是我写的呢。就是原曲是我写的，还有《灌篮高手》国语版也是老师写的，一休也是哎，啊一休也是，哇，所以就是，可见你真的老了。我来三把火鸟也是吗？我没有那么老。好，今天谢谢你们，谢谢，谢谢老师。孟贤，今天这两个，其实《夏天的浪花》最原来的主唱原唱不是高凌风，高凌风也是翻唱。它原来是一首西洋歌，叫《Last Train to London》。对，所以那时候，其实我最早是听到那个歌，然后高凌风翻唱，就觉得哇，这很有意思。所以他翻得不错哈，翻得很好啊。其实高凌风有几首歌，像那个什么《冬天里的一把火》，那个你讲那个打火机那个，那个其实也是翻唱。那个原来也是一个西洋歌，叫做《Sexy Music》。对、oh. 对，所以其实那时候很多那个年代很多翻唱的歌、嗯，对。那我觉得孟贤把这个歌也改的也很有意思，谢谢。那就穿的就像一个火鸟这样哦。OK， 谢谢。暗时的夜景，石路水面飞海鹰，空边思念的无心情，明明市场刷来看做是暗灯，唔通难，唔通无情，你的心肝唔通遐多情。会造成不幸，白白来牺牲，请你着原谅，甲你相残伤，珍惜过你的感情，啊，费心全意，江边的青红灯，若无你我分。免哪知道就要创啥啊？就要出外港啊！要这个海上打拼，要来做这个海上的男女。我先来去药局买一个迄个备用的药。哎哎哎喂！哎呦，歹势！无人，人客啊，歹势，有你等哦。你哦，你无用，你无用。你啊，等要点外钟，你即卖是安怎样啊？哦，你当时变到这歹，我哪唔知哈。哎，今仔日啦，因为今仔日等无人，这药啊，这赶紧要吞落去咧。你啊，这是一条人命的问题。哎，人命哦，啊，少年的你要买啥？啊，我要买迄个，因为我明仔载要上团，所以要食这个，惊讲要这个避孕的药。避孕药哦，哎呀哎呀，迄不是我咧讲的啦。即马哦，迄少年人哦，真正吃唔是款，迄小意外就算啦，爱安全措施嘛，小看哪做咧。哦，真正哦，有够含的啦。啊，你这避孕药你是要紧急要用的哟？好，啊，免紧急的啦，我明仔载上床的时阵才要用的啦。哎呦，夭寿骨咯！即摆少年啊，讲话拢无咧修饰的呢，哎，上床安尼伊也甲讲讲出来呢，拢袂歹势哦，来。少年的，我甲你报一味吼，这味吼是阮药局内底独门秘方吼，真正甲食落吼，保证吼拢袂出人命，这吼就是阮红人避孕丸呐。哦，啊这边安怎吃？这真简单，你讲你要上床，哎对，上床的前24点钟吼。
甲食五粒，保证拢袂有问题。啊，麻烦药师，迄个一杯迄个滚水来。滚水？哎呀，啊，你要水要创啥？我甲你，我拄仔伫遐画画，甲大声细声，了我嘴真焦啦。啊，搁顺顺要甲这药啊喝落，喝落。哎，这罐你要吃？没啊，对啊，安怎？嗯啊，你嘛较正经咧，人这避孕丸吼、喔，是要做囡仔人吃的啦。啊，你查甫人甲人咧吃啥啦？谁人查甫袂使食啊？啊，谁人查甫袂使食？啊，安怎安怎？捌看过歹人许？哦，你真歹哦哈！即摆是啥物经营啊？即摆要母子出来就对啊。是安怎我袂使食？哎呀，是安怎你袂使食？我来洗啊，分啊明啊。因为这是要予查囡仔人食伊，你查甫人若食落，保证你老甲初一嘛十二啊。所加所加哪尼加？但是我是明仔载要出外港，要去海上，人家要上船，人惊头壳晕了，要买迄个避孕的药。啊，你摕这是啥物碗腔？叫做避孕药哦，你家己先吞落好啊。啊！我问你啊，我上船呐、啊，阿公这上床呐、啊，啊避孕药啦，老公避孕药啦，啊我来等着这个两公的啦，我问你啊，我啊。唔通啦，唔通无情。你的心肝唔通命绝情，误会造成不幸。上船讲做上床，白白来牺牲。避孕讲做避孕，请你着原谅，甲你小参详，珍惜五年的感情。啊，花心酸。陈勋呢？你也感谢你的学长，謝謝因为是伊来完成你一个完整的节目。这个节目的完整在伊在外场这么多年来的经验当中、实战经验当中，会当予你，你想要拆什么招，伊就会当破你什么招。这是真困难的代志，但是伊确实安尼点点啊接你的招哦。你可能袂记得歌词啊，袂记得台词啊，袂记得什么啊，但是伊有法度接你的招，把你安尼圆回来，而且是水开的，足彩蛋足水开的。你们这一组超有特色，足有特色的，而且恁的戏的根本都唔免演，你真正是非常自然的就完成了。这样子的一个画面歌中剧，我觉得非常的不简单，非常的棒哦！我也给你们很棒的分数哦。谢谢老师。好，陈勋老师好。好久好久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。对，我对你的印象就是你念歌念嘛足赞的，但是我第一次听你用唱的方式哦，所以我今天听你唱歌就很认真在听。你有一个很年轻的身体，但是你有一个老的灵魂。唱这样的歌曲，对你来讲，对我听觉来讲，都是一件其实是一种享受。不过今天的表演里面，因为孟贤实在太厉害了，他真的很厉害。我觉得前面只有你一个人在的时候，我会觉得有点不是那么自然。但是后来孟贤出来之后，我会发现你前面都是很自然的，因为你可能本来就是会紧张，我觉得是有点紧张的感觉，所以。唱的部分还好，讲话的部分反而觉得你比较会发抖，可能就是会比较紧张，可能碰到大学长了。因为孟贤真的是超厉害，超厉害，超厉害，这是我对你刚刚唱歌的感觉。不过唱歌的部分就是在于尾音的部分，可能你需要，因为以唱来讲，因为它不是念歌了，所以在唱的部分尾音的地方，可能需要再去做一点修正，因为你的尾音的这个 pitch 会比较会飘了，然后也比较没有那么的足。哦，我有些该拖该断哦，应该要更确定一点。好，我觉得孟贤学长应该可以给你很多的经验。今天，
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。是真趣味，出门行路是透气气。啊，正道的生理搁放一边，啊，讲啥物袂扶持。规粒头壳是全败机，一二三四五六七。啊，透早起床来逼签诗，啊，中昼是电子计算机，半晡啊包单来问东机。暗头啊，带来去看富士，半暝啊，乌梦啊梦白记哦。我梦到一只猪，啊梦猪讲十字。梦啥物？我梦到西湖灵云寺，这讲外佛要破天机。拄好要破向东西啊，向向山行青哦，啊向向山行青哦。话若要讲透机，我目屎会飞袂离哦。花啊钱是值定死，花款是全飘去。亲戚朋友是走气味，厝边头尾是借无钱，劝恁朋友着觉醒，啊，送米落啊，找乎你哦，正当生理空做钱。厉害呢，吼！哇，这款歌吼，你根本就要做代言人，六合彩代言人呐！啊，我不是跟他做代言人呢，我实在是太适合的，因为我吼，啊，讲来阁是一段做黑暗的过去咯。因为我以前咧打工的时阵，捌伫起咧饮料店，啊，头家娘，逐工拢咧耍六合彩，所以我逐工耳濡目染。对，是吧？是是是是是。我的耳向人个写白机，啊，所以头家娘逐工拢叫我去买报纸，买名牌报纸。我实在是做无想要学诶，但是我哪算哪有心得。人个国中咧考学历测验，人啊早自习拢咧看人个自修，我去。是摕报纸来摆机，算摆机，我伫遐咧算摆机，所以阮国中同学拢叫我做单身人。唔呀唔呀啦，真诶啦，我这段是真诶。无怪你有一段时间，你诶脸书是这个名。哦，唔呀是安尼哦，真诶。你卖讲算摆机啊，你讲我咧数独啦，还有嘛是填数字。对对对对。好啦，来跳歌麦啊，老师按照讲，有请雅文老师。孟贤，我觉得你很棒的一点就是。你让我看到很感动的一点，你是很努力的，你真的很努力，你就是一直在默默的努力当中，任何的小细节你都顾到了，包括了眼神，包括了表情，包括了所有的一切，你都融入了这首歌里面。我觉得没几个艺人可以做到这样，你已经是很努力的一个孩子，所以不得不为你掌声鼓励，所以两位都非常棒。谢谢老师。谢谢老师。接着有请子宏老师讲评。孟贤虽然平常很爱搞笑哈，可是真的看得出来你的努力。然后你一直是我很欣赏的一个年轻人。对。然后你今天这个，我们比较好奇是当年大家乐在流行的时候，你出生了吗？还没。还没。那时候真的是一个社会现象哈，但你今天的这个表达也很不错。然后最主要是，我觉得舞者非常加分。我觉得舞者好辛苦哦，
真的，对。然后他们的表现非常称职哦，在这个表演里面，那孟贤也很棒，两位都很棒。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，两位都这么棒。当我相信，相信你对阮讲的迷话，当作山明，当作海誓，对你的爱一天比一天多。谁知阮开心的等待，也到天荒地老。阮愿相信，不相信接到你一张批。一字一句，行当地，伤人的话，写到遐尼干脆。彩色的人生，好亲像，晴天打乌云，变乌白。一切是爱你爱到超过，失去控制，爱到最后，阮已经无路好退。原来爱情是深刻无底，一时的快乐价值偌济。是爱你爱到超过，失去控制，听我手来抓紧杯。是路的花有风有经过，花蕊展开更加美丽。爱到最后，阮已经无路好退。原来爱情是深刻无底，一时的快乐价值偌多。是爱你爱到超过，失去控制，听我手来抓紧杯。失落的花，风风有经过，花蕊展开更加美丽。孟贤今天有那种带领那个弟弟再次上台那种感觉，啊，就以前是他跟昭伟嘛，现在是跟东林，就是今天有这种一个回忆杀的感觉啊。孟贤跟东林，哎，每次看你们表演就是很开心啊。然后孟贤，我记得有一次你在台上问我说：“我唱歌有好听不？”我一直不知道要哪音呢。是你不是唱歌不好听，是大家就爱听你唱歌的，应该是爱安尼讲。你不可能讲咱唱一定亚洲舞的人，可是你，我觉得你带来的效果是很少人可以取代的。好，就是说大家看到你高兴的那个你受欢迎的程度，我觉得你就是你整个人散发出来的那个舞台的效果跟感觉，就是大概就是爱看的。我觉得这是你成功的地方。好，那也是也很庆幸说在红人榜这个舞台上面跟你有，就是让你有这个机会，那个从这边开始，那我们也真的觉得很荣幸啊。就是看到你今天这么成功，大家都觉得很替你开心。好，那真的也是谢谢美人姐给我们这个机会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东林呢，恭敬讲，我啦等推都得力，我马北林呢，真的是，你就从这个五岁六岁就来家吼，我真正叫你叫甲拢老去。那我真的看到我们今天哇，长得这么，你看这个这应该安娜贡那个这么俊秀的一个少年，对，在我们面前真的是很不，觉得很不容易。而且你跳舞真的也不错哦，我觉得你刚跟孟贤哥哥在尬舞那一段，我觉得很精彩，非常精彩。希望美人姐会喜欢啦。好，谢谢老师。